在，都为着一款的代志在底插嘴。袂要紧，感情愈插是愈无。厝内底家业遮尔啊大，人咧讲生理囝是歹势，我对做生理一点仔兴趣都拢无。不管安怎样啊，对爹真公平，伊总是唔肯同意。我想要去行啥所在，求主宽慰。现在该我问你，公中要走。既然像我想介意，我的收藏的珠宝要甲我摕去烧掉，我是甲伊的财富甲比我的生命搁较重要。死老仔，这老嘴，当初我想介意的，今嘛甲我的财拢摕去烧掉啊！管他爹卖我去，好啊。我甲你卖去，我离开恁全家，我唔相信，我真放心，都无出头天的一天。我交了一群同窗的好友，约好伫个山顶的所在，一个山洞当中，我们做伙上镜，袂当延迟这个时间，赶紧的，我即马赶紧，赶紧卖去。你要吹什么？我大姐叫你来哦、喔，阿兄啊，是阮来的啦。你即马着要离家出走，什么都拢总无。我甲你讲呢，你好命惯势啊，你若离家出走，敢会堪要吃苦？洪少，你嘛知影，你阿兄我心愿是啥物？今仔发生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来离开。我要让阿爹知影吼，我真放心，不是着爱靠伊，我家己嘛会当有出头天。家己要出头天之前，你着先顾好你家己啊。我有啥物顾无好吗？你安尼死家己出去，假清影大嘞。你敢有想到？无嘛？有差吗？无差吗？你遐朋友，逐个人顾家己，敢有法度顾着你？人伫咧大客栈爱用着钱，食饭嘛爱用着钱，啊你咧，你毋着规身躯拢摕去倒，啊穿啥？对吼，我一个受气到飞啊，匆匆忙忙走出门，什么拢无摕。安尼你阁会想要去做官？阁会高调？你头壳哦，拢袂弯转呢？高调敢得弯转吗？迄是靠我天头圣言的咧，我空手的文身咧。我只要去啊，我有这个才华，我就有资格好做官。知啦，知影你有这个才华啦。有时阵咱两个人在互相研究的时阵哦，我实在无你的才调啦。所以你是我的哥哥，我对你有十分、一百分的把握。春兰，对嘛，做官暂时要靠运气了。小杨，虽然讲我知影。你有满腹的才情，天头圣贤之，但唔过出门在外，你是袂当无金钱。小姐为你准备的，小妹，我一个好小妹，我就知影，你着好唔甘恁阿兄吃苦，你一个知影我何离家出走。对后壁来，我提遮侪钱好无？是安尼，赶紧来甲我讲。我当作讲，爸仔囝三工两工伫咧想完正常的代志，今仔去遮尔啊严重，烧你的册，你去共爹讲你要离家出走，我煞袂烦恼。一个离家出走，啥物话拢无查，我袂烦恼嘛。伊敢知影烧我遐的册，宛如是咧夜到查我的心肝同款，我还收藏偌久啊呢？我是跟我的同窗好友，他不认为我才收藏着的，伊竟然竟然把我给烧掉。无骨是的父母，你也体谅老爸，你也知影，伊生咱一对，囝儿是细，我是一个查甫囡仔，
我无法度担咱厝内底家业，而且嘛有人会不服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啊。你是一个查甫人，你若无继承，伊个老啊，敢讲要有姨娘吗？我无讲，你应该真了解。所以你要做啥物，我绝对赞成你。但是首先你要把你家己顾好。我也相信小爷的出世无算啥物，因为阮娘哥满腹的才华，迄个出世内面所有的内容，你已经拢记起来。小妹，你真正真了解我。我伫咧去的是阿爹无了解到我的心声，我只是想讲我要去再调做官。我若有骨头仔做，日后倒转来继承家业，嘛是会用得啦。为什么伊就是遮尔啊固执？而且无法达成我的愿望，逼迫我就是爱接这个家业。所以，我即个才会倒去，我要离家离乡，往一件事的所在，创造一片天，给阿爹伊看。伊后生平时想这尔无路用，既然你已经打定主意，我嘛是支持你。你着趁即马赶紧离开，阿爹还袂抓着你，阿妈还袂看到我放你走，你着赶紧离开。好啦，福霄，你嘛知影，我有嘴无心，虽然有时啊我甲阿爹伫咧搭嘴，兼过我对伊嘛是牵挂在心。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伊，我知影，我会。孙兰，你嘛同款。小爷，照顾你小姐。尽管放心，你要尽管哦去做官，阮小姐我来照顾。哼，小妹，你来遐挂，一定会成功倒转来。出门在外，保重。我知影，你嘛同款。我来去，好。